职业司机瞌眼瞓揸车随时出事。马来西亚巴生谷地区一个货车司机早前在高速公路上揸车时瞓着，货车左摇右摆行驶，好像舞龙咁左穿右插，最后失控翻侧，后方的电单车骑士紧急刹车，幸运避过一劫。涉事的货车司机自行爬出车厢等候救援。据报货车司机因为瞌眼瞓肇祸，后来因为验尿未能通过测试被警方拘留。当地警方说，货车司机曾经撞到另一位铁骑士，幸好他设法走甩了。